你干什么？又来算计我？啊？人家录了一天，你累了。没办法，你要陪你的白马王子吗？不对，是黑马王子。你讲什么了？ 哦，那个叫做响场，不光是花旦威风，客人可就更威风了。有时候我真服了你们，有胆子在街上卖唱。你不怕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就坐在歌厅，人还不是很多。那不一样吗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大家都是为了生活，只不过人家吃鱼翅，我们吃粉丝。你这么会唱歌，怎么不参加歌唱比赛？不行啦，我只会模仿而已啊。可是我觉得你有这个实力，当歌星也要看长相，你长得又不丑。 真的啊，可惜我不够漂亮。不会啊。哎，你怎么越来越会说话啊？是不是真喝了什么老姜炖乌鸦？我可是认真的，我觉得你不应该埋没自己。难道你想就这么一辈子在这唱歌？你觉得我像个要饭的吗？哎，你可别误会啊，我没有瞧不起你们的意思。无所谓啦，职业是不分贵贱的嘛。来啊，你看看那些老伯。 他们平常有什么娱乐呢？就是喜欢听听歌嘛。有钱呢就点唱，没钱我们也不会勉强他们。要是碰上台风来了没开啊，他们还不知道有多失望呢。还有啊，至少他们不会在这里划拳。